你在跟我开玩笑？他跟我的烦恼有哪里不一样？哎，不一样，你的标准在哪里？不是嘛？你们根本就双重标准啊！没有双重标准，一样的标准啊！What's your standard？ 你说说看嘛。因为你在这里面是最不帅的。为什么？胖子！哇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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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 不好意思，我迟到了。大家好，我叫瘦子。你好，你好，我在。哎，对不起。大家好，我是美丽。你好。今天的人都好丑。OK， 我们就开始吧。那我先好。啊，你先好，可以吗？ 其实有点难说出来，但是我是学商的，我投资了很多很多项目，赚了很多钱，我认为我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商人。I mean I'm a real businessman。就有一天有一个人想找我投资一部电影，我以为他是看好我的一些想法，我就给他很多很多的不同的 idea 哦，就他根本没有在听啊。 他就一直在看我，他就跟我说：“你好帅。”天哪，太惨了吧！结果他逼我去演电影，结果演了就红了，然后就他说只在乎我的帅，就没有人可以看得到我的痛苦，你知道吗？我是一个商人，我是一个生意人，我不想当一个帅哥，但大家就觉得我帅哦，好不舒服哦。 给王先生掌声吧。说出来，说完全可以懂你的感觉，完全懂。Yeah, I feel so much better now. 自从我进大学之后，我很想跟大家打成一片，所以我就很积极的参与各项的社交活动，唱歌、联谊啊，喝喝小酒啊。但我发现，他们只愿意约我出去，大概第二次就不再约我。对，没错，我就是这样子。 我就问了旁边的人说为什么你们都不再找我出去，他说没办法，找你出去，所有人都被你拔走了，那我们怎么办？我想唱歌，不懂吗？是，没事，没事，我有。 难道有1/16分之1是何来的血统？也是错吗？兄弟，你没错，是这个世界对不起你。大家看看我，我因为长得太帅，以前被霸凌，暴乱，真帅，长不出来，长不回来，剃掉都长不回来了。现在竟然还有我，你一签我说，我适合当明星，现在没有头发了。 从头到尾就只剩一个帅，帅赚钱，可恶！你来干嘛？我其实跟你们大家差不多了，我也是一直以来因为我的帅气很苦恼。我是个歌手，音乐一直是我的梦想，可是大家。 都不看我的创作，他们只在意我的长相。不管我多努力在我的音乐上面，他们永远只会看到我帅气的脸。<笑>
气的脸。那大家冷静，大家冷静，哎、欸、哎。欸是这个、啊，你应该懂我在讲什么吧？你不是很理解大家的感受吗？不是，我要怎么懂？你长这个样子，我要怎么懂？我们大家要怎么懂你？哎呦喂啊！操！有没有搞错？不是，哎、欸，你刚刚不是这样讲的啊？你应该可以懂我的感受吧？你都懂他们的感受，你为什么不能？不是，来，听我讲，我。因为帅这件事情苦恼了很久，我是一位歌手，创作到现在，大家只看我的脸，只看我的外表，没有人在乎我的创作。即使我在我的歌词里面我怎么用心，大家还是在乎我那帅气的脸。哎，喂，不是啊，你在跟我开玩笑啊？他跟我的烦恼有哪里不一样？哎、欸，不一样，你的标准在哪里？不是嘛？你们根本就双重标准啊！没有双重标准，一样的标准啊！换 What's your standard？ 你说说看嘛。是因为你在这里面是最最不帅的。哈哈哈哈哈说出来。好，我就问，我新专辑发行了。各大超人平台都可以听了，你们在乎吗？没有。我新的 MV 已经上架，你们看了吗？你们在乎吗？没有。为什么？胖子。哇哦，哇哇哇！哎 ，calm down。哇哦，好了，别说了。其实我有买。我也有，我买，我也买了。你们，我错怪你们大家了。抱抱，谢谢你们。没事，宣泄出来就好。对，真的。谢谢你们，这些都是误会，我在冲动，误会，哇，哇，我真的很开心可以认识大家，哎，耶，是一种抒发，真的说出来的感觉，真的，下次可以再找我吗？当然，好不好？当然，一定的，记得打给我，下礼拜，谢谢你们，你们是真正的朋友，耶，你们是真正的朋友，耶 ，yes， 哎 ，see you， 拜拜，拜拜。